心欢喜，不期待每一天这样的经历，你的爱充满我的心。是的，你的话语，你的话语给我生命，你的真理释放我心，我渴望每一天这样的认识你，我愿意让生命来牵引。我要高举双手，全心全意交付归于你，我愿不负气息，顺服你旨意。我要竭力追求你，毫无保留追求你，带领我的心，我要让你欢喜。心欢喜，我喜爱每一天这样的经历，你的爱充满我的心。是的，主啊，你话语要赐我生命，你的话语给我生命，你的真理释放我心，我渴望每一天这样的，这样的人。是的，我愿意，我愿意让生命来接引我。我要高举双手，全心全意向我归于你，我愿不负气息，顺服你旨意。竭力追求你，毫无保留追求你，带领我的心，我要让你欢喜。我要高举双手，全心全意向主归于你。是的，我愿不负气息，顺服你旨意。我要竭力追求你，毫无保留。带领我的心，我要让你欢喜。我要高举双手，全心全意向主归于你。我愿不负气息，顺服你旨意。我要竭力追求你，毫无保留追求你。带领我的心，我要让你欢喜。带领我的心，我要让你欢喜。带领我的心，我要让你欢喜。降临在我们当中一样，主啊，我们归向你，我们的心要顺服你，我们一生要在神的面前摆上我们所有的一切。主啊，谢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你与我们同在，永永远远，一生一世，赞美耶稣。Thank you.
我要竭力追求你，毫无保留追求你，带领我的心，我要让你欢喜。是的，带领我们，带领我的心，我要让你欢喜。要为你所用，做我们的一生就是要装备我们自己，就是要在父神你的国度里面成为父神你的精兵。主啊，谢谢你使用我们，我知道你每分每秒每时刻都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主啊，是你背起我们走在那条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面。主啊，我知道我们的一生永不孤单，因为父神你时时刻刻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身旁。主啊，使用我们的一生，让我们的一生彰显父神你的荣耀。哈利路亚，让我们的一生见证你，见证你奇妙的作为。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进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心灵深处的敬拜，让我们心灵深处的呐喊都在父神你的里面得着主你的接纳。赞美耶稣，赞美耶稣。是的，父神，我们要开口用主祷告，一起祷告说：我的天也被我的名下心列过的一个列记一记他你得你的心中的体力，我的一心也要过我下面我的国户进去万要下面过我的万要我的主爱我的心你给我的快乐的爱你的口快乐也不能到心里受快乐我的心阿们。那个进来泡泡啊，请读经的弟兄。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天所要读的圣经有记载在七位的所在，头一位诗篇三十篇第五章，诗篇三十篇第五节，第五节，因为伊的受气不过万年久，伊的恩典是一生的久。规暝虽然有啼哭，早起时就有欢喜。第二位诗篇三十篇十一节，你已经将我的啼哭变作跳舞，你将我的麻衫脱去，用欢喜把我下。第三位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三节，那时在世女要跳舞来欢喜，少年人老人也要三脚欢喜，因为我要让因的悲哀变最欢喜，也要安慰因，让因在忧闷了后来快乐。第四位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主耶和华的神临到我，因为耶和华用油抹我，让我传福音给送香的人，写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受掠的得到逃棒，受关的出家牢。第五位约翰福音十六章十六节到二十三节，钓八久恁无看见我，搁钓八久恁就要看见我。对安尼，伊个学生有诶三甲讲，伊对咱讲，钓八久恁无看见我，搁钓八久恁要看见我。搁讲因为我规日白，这是啥物意思？所以讲，伊所讲诶钓八久是啥物意思？因唔知伊伫讲啥物，耶稣知因爱问伊，就甲因讲：我讲钓八久，恁无看见我；佮钓八久，恁要看见我。恁因为即个问来问去吗？我时时甲恁讲，恁要啼哭哀伤，世间要欢喜，恁要忧闷，若是恁的忧闷要变作欢喜。富人人要生囝就忧闷，因为伊的时到了。婴仔已经出世，无阁记得伊的苦痛，因为欢喜有人出世伫世间，亲像安尼，恁现今也有忧闷，总是我未阁见着恁，就恁心欢喜，
个恁的欢喜，无人甲恁唱去。当迄日恁无要问我啥物，我实实甲恁讲，恁既若对白求的，伊就伫我的名要互恁。第六位，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节。毋然呢，就咱本身得着圣神陶醉的果子的，也心内家己吐开，得听候设立做囝，就是咱的身躯的赎回。啊，第七位《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咱众人的面无打皮，亲像镜，倒照主的荣光，拢变化做伊的相，对荣光到荣光，亲像对主就是神安尼。弟兄，弟兄姐妹平安。接下来我们要用华语来攻读神的话语。那今天的经文有七处，第一处在诗篇第三十篇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树虽然有怒气，早晨便必欢呼。第二处在诗篇三十篇第十一节，你已将我的哀嚎，要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第三处在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第十三节，那时处女必欢乐跳舞，年少的年老的也必一同欢乐，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并要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第四处在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第一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第五处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六节到二十三节，等不多时你们就不看着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就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肯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喜乐，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第六处的经文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三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第七处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长着年，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从主的灵变成的。以上，愿主祝福他的话语。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他喜乐的灵，他平安的灵要充满在我们当中。相信今天每一位来到我们当中敬拜的弟兄姐妹，都会领受满满的祝福。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看今天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我们要来欢迎一下。那么第一次来我们当中，可不可以先请你举一个手？我知道今天有好多第一次来的哦，这边也有。
啊，后面也有，楼上好像也有哈。哦，欢迎，可不可以请你们站起来接受我们对你的欢迎？请你们站起来一下好吗？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哎，欢迎欢迎。哎，哦，这边后面还有哈，欢迎啊，哦，这边有一位，好，请坐。哎，我们在前面有新人招待区，待会我们聚会结束之后呢，欢迎你们到我们新人招待区那边，我们会有同工跟你们认识啊，可以更多了解我们的教会，也盼望你们来到我们当中之后呢，啊，能够越来生命会更丰富，愿上帝就祝福你们。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我们这个礼拜的教会消息。大家好，我是本周消息特派员诗雅，这周由我来为大家播报消息。下主日9月30日，我们要攻守圣餐，请弟兄姐妹预备心，领受上帝祝福。提醒大家，9月29日星期六青年主日崇拜应举办 iPure Dora 妈妈见证晚会，所以守圣餐改至下下周10月6日举行。一部有可能改变你一生的纪录片，请上 YouTube 搜寻 Love Life。 如果你的生命只剩下一点点，你会用什么态度去面对？我是嘉文，我今年15岁，医生说我只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可是我好想活着，因为我好热爱我的生命。我是一跑，我今年13岁，我曾经是花式滑冰亚洲冠军，但医生说我得了骨癌。我想努力活着，因为我热爱生命。我是 Dora， 我今年13岁，我好喜欢音乐，但是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拉大提琴给爸爸妈妈听了。牧区 iPure 活动系列之 Love Life 真爱生命永不放弃见证之夜，特别邀请 Dora 妈妈树慧娟女士分享如何陪着罹患骨癌的女儿一起对抗病魔，最后从 Dora 的生命中见证信仰的力量。如果爱可以延续，我相信我们生命可以借着爱延续下去。时间是9月29日礼拜六晚上7:30到9:30，地点在天桥大礼拜堂，请邀请朋友一起来认识这些勇敢的天使们。为了加强教会同工组织牧养的能力，特别在10月1日、10月2日晚上7:30到9:30，于松年教室举办小组长训练会，请各牧区同工、小组长及预备小组长参加训练。此次训练内容是如何探访、陪读及祷告、读经、传福音。愿神祝福我们都能成为教会优秀的牧养同工。接下来这则是关于教会活动消息。下主日9月30日，逢中秋佳节，礼拜天晚堂崇拜依旧举行，晚上6点教会备有爱宴，欢迎弟兄姐妹与我们同工一起过节。为了方便统计人数备餐，请弟兄姐妹9月27日前向总务潘宪堂弟兄报名，以便统计人数。10月份灵修书籍《丰盛人生》已经来喽，请有订购的小组长到行政办公室向淑霞姐领取。所以来是上尼波活动消息，台南中会上尼波10月20日拜六上午10点，在农园餐厅举办2022年度敬老以及金婚、直播结婚、选结婚、表扬感恩礼拜。要参加的人，请向乡里牧区蔡淑金姊妹报名。以上是本周的消息报告，接下来我们欢迎天桥大家长林宪平牧师。